唉，美到不敢直视，警花被征召进总统府了。嗯，阳光、沙滩、比基尼，好美的画面。不过你们可别有非分之想，因为眼前这个正妹可是真材实料的菲律宾警察，她最近被新上任的总统杜特地相中。现在要进总统府当卫队，保护总统啦！不少网友被她的美色迷惑，高呼：“我非法拥有暗恋之心，逮捕我吧！”下面立刻有人回应：“连我一起逮捕好不好？”不过，我想他最该担心的是这一个人。国际中心，让我来保护你们。报道。